喽，朋友们，今天是7月20日下午，晚上，再来一遍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紫南卢克然，现在是7月20日晚上7:52，我们去哪里呢？我们去海南大学的小吃街，去干什么呢？当然是吃小吃啦，吃晚饭啦。Let's go。这鸡骨凉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东西粉。那个呢？鸡翅膀。那这个不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芋头吗？对，香芋跟地瓜。一点点。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这鸡骨凉听说是海口的，就是特色，感觉很像豆浆。西瓜，椰果，这个是什么抱抱猪，然后这个芋圆、元宵，然后我家龟苓膏，还有那个我家的招牌椰奶，多少钱啊？版本？39.27，27块钱吗？对，很便宜，才24块钱，很实惠。我要凉面，要辣不？要辣。可以了吗？可以，等会儿可以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全国各地的美食集合的。百回打来一份豆腐的。吃饭啊？对。早饭，早饭。早饭的。豆腐，走哪都要吃豆腐。去长沙吃长沙臭豆腐，来海南吃铁板豆腐。挺广的。看看还有什么豆腐可以给我吃。总归是没有我们南京的特色小吃啊，到现在没有找到我们南京的特色小吃，全都是热干面、凉皮、凉面。别说了，我马上在这摆一个摊卖馄饨。南京喝馄饨，喝馄饨。来一个就是海南的海南粉，听说是这边的特色。海南粉。就没有地方吃了。哎呀，不要，还能吃吗？咱俩走着，给你塞一个。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呢？刚刚吃了一个曹氏的鸭脖，太辣巨辣，我决定再吃两口，真的很好吃，很上瘾。全都好吃的太难，小白菜，再来一个，行，再来一个，我点的是微辣，绝了。再吹一口冰粉，快吃的快，这什么豆腐啊？太好吃了！紧张，音乐节第一个参加，肯定紧张。漂亮吗？好。
我是无奈的陆柯燃。啊！